天不想要吃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买了三瓶甘蔗汁。这一瓶我已经喝了一半。那这一瓶是我榨的柠檬汁加冰糖，两个配起来。甘蔗汁。加上柠檬冰糖汁，消水中。今天早上昨天我在后面整理仓库的时候，就觉得嘿，身体变得轻盈起来了，感觉回到之前消水中的那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整理心里的压力。IE 实际的垃圾堆积的垃圾是有效的，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量腰围啊那些都慢慢的回到正常了。那我今天也选择穿这一套，可以遮起我的大肚子，然后轻松没有很紧让我觉得很不自在的这一套衣服，可以显示我的曲线，但是不会显示我的凸线。好了，聊天。哇，住在台湾真好，甘蔗汁，新鲜的甘蔗汁。如果要把它升级的话，可以加一些姜黄粉，一小匙姜黄进去。加了一份苦味，很棒。好了，发霉的袋子，晒太阳发霉的包包，晒太阳，还有发霉的彩虹卡，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我的彩虹卡也发霉了。晒一下太阳。椰子汁，这是带自己的瓶子，2000cc 400，老板送我一袋椰子肉，很值得哦。继续整理。今天很不想要出来骑车，也有点懒，特别是我想说佛学宅男出来骑的话，我就可以偷吃一盘水饺在家里，就没有办法，他还是拖我逼我出门骑车。但是现在来到这边我很开心有出门骑车，找到佛学宅男。找了很多借口说，哎呀，那个清理出来的垃圾很大包，要等我待在家里丢垃圾。他说，哦，他7:30的时候可以拿到另外一个点去丢。姐姐玩那个 Day 15吃一整天水饺的影片，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要吃什么吗？现在到了晚餐的时间，然后今天是礼拜四，礼拜四那一班的学生都没有回来报名上课。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要吃的是什么吗？我刚刚剪接那个影片越剪接越饿。冰箱里面还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冰箱里面还有四包水饺。如果昨天水饺的影片你觉得太长的话 ，sorry， 我很不像心来把它剪接掉，因为每一颗水饺都看起来好棒，好好吃。我现在在厨房徘徊，不知道要吃什么。来抽一张彩虹卡吧。Everywhere I see proof of the overflowing energies of life in dumplings. 再抽一张。这里比较亮，这里打灯，灯光比较好。I love my unique and wonderful life. When I eat dumplings, 再一张。The more positively I see myself in the world, the more I attract positive people. 有没有一张是告诉我 ，Okay, you can eat dumplings. 拜托 ，you can eat dumplings. 红色的应该是红色的。I choos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ower of my thoughts. So responsible for eating dumplings.再一张。I can cope with any situation if only I trust myself. 我可以吃 dumplings 的。I trust myself. Yes.I'm full of wonder at the incredible abilities of my body to eat lots of dumplings and not get bloated. Yes, it's a go, it's a go. 但是要怎么吃才不让佛学宅男发现呢？他告诉我已经不能再吃 dumplings 了。你也会这样子吗？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先生告诉你，哎，你不能再吃什么了。你会越来越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压抑下来吗？但是压抑的很痛苦吗？我要推翻这个 dictatorship， 我要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吃 dumplings。我要先把它蒸好，这样子它出去。去健身房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端出来吃吃吃吃吃。而且我，其实我最喜欢吃凉的、冷的水饺。嗯、OK， 我的水饺已经蒸好了，我已经偷吃了两颗。然后我要告诉佛学宅男说，我在瑜伽教室里面录影片，所以不要出声，然后不要来打搅我。那这个。我不会把它录起来，不然明天我要剪接的时候又看到了，然后又会想要吃，所以停止这个恶性循环。很无聊，很 shit， 应该要丢到垃圾桶里面的 shit。但是我每一天的挣扎，我每一天在挣扎，让我自己变得更好。